2012总统及立委大选进入了倒数28天，中选会今天张贴公告第13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名单，并且通过了立委参选人的资格审定。中选会在今天公告第13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3组名单，正式选举活动将从明天17号开跑。至于立委选举的部分，中选会也在下午的委员会议之中审定通过了区域及原住民立委参选人，总共有283人符合资格。全国不分区以及侨居国外国民立委选举，总共有11个政党提名的127人通过了资格的审定。